伙伴，快看呀，今天我来到蛋仔岛，我的蛋仔岛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这是最新版本的蛋仔岛吗？伙伴，伙伴，快看看，你们的蛋仔岛变成最新的蛋仔岛了吗？伙伴，伙伴，为什么这里会听一个挖掘机啊？挖掘机要建什么东西啊？伙伴，你们的蛋仔岛变成我这样最新的蛋仔岛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伙伴们，我去游戏中看了一下，快看，伙伴，最新的列车，这是最新的列车吗？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列车变成了绿色的列车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伙伴们，你们看，饶舌诗人怎腰变得这么丑？伙伴，伙伴，这是 GK 吗？伙伴们，伙伴们，难道这是最新版本的蛋仔吗？伙伴，快看呀， GK 妹长得也太丑太丑了吧。赶快看看，你们最新的蛋仔是我这个最新的版本吗？你们看，最新的列车竟然是没有司机的，那么高科技，那么高科技。伙伴，伙伴，快看看，你们的蛋仔岛变成最新的蛋仔岛了吗？你们的蛋仔岛变成最新的蛋仔岛吗？原来最新的蛋仔岛竟然长这个样子，竟然长这个样子。